宜兰县盐山乡七贤社区活动中心。好，旁边是七贤镇安宫。第一次来到七贤镇安宫。镇安宫端香五首，要准备一架。檀香队伍已经进入宫城。本宫掌黑印旗手，行拜庙礼。本宫端香如手，拜庙礼。以身手持鲜花束缚入殿。恭喜手行拜庙礼。本宫先封教精彩片段。本宫先封教行拜庙礼。本宫主帅教拜庙礼。
公主石尊路店。香客们向玄天上帝参拜。本宫主委代理委员干部向玄天上帝参拜。主委戴兴坤，主盖世、傅文正以及直隶部落主，以众委员干部、上台信灵等向宜兰七贤、镇安宫、主神北极玄天上帝以及众神仙佛前行三藏香礼。上香拜，再上香拜，三上香拜，请吉祥。现在请主任献鲜花，敬献鲜花，敬献鲜花，献。进献树果，三献，女生请坐下。进献进献财果，再献，三献，女生请坐下。不进香朝一次，不与焚香宝鼎紫烟楼，恭敬奏天子礼金楼，凡有祈求皆响应，安坛紫顿焚香水，人有一世天下，南瞻部洲经济。大中华民国台湾省苗栗县三义乡西屿村八桂一之一号福利司林东，副主任委员吴生义，副主任委员林慧龙，荣誉主委赖兴坤，暨代众委员直念部主郑其言，部落主傅文正，首次举送善男信女等，携手对手为木兰进香神。镇安宫主神北极玄天上帝以及众神仙佛前行三鞠躬礼，行三鞠躬礼，再鞠躬，三鞠躬礼神。哦，烧得这么旺。中心里面吃点心，香客们开始享用点心了。很痛快模啊！哎哎，不错，你怎么碗空空的？没有吃多一点。哦，有丸子汤。哦，要去补菜啊，补菜啊。啊，要补菜。哦，这个白菜卤。哎，我们去宽镇吃丸子汤，好吃啊。啊，这边有水果。哦，我们的。还好吧。年轻人再交流一下。双方的年轻台教授，两边的年轻伙伴呢交流交流。哦，赞了啊！哎，年纪差不多啊。来，杯子端起来。闭了眼睛，好好吃啊！水果，你吃水果。
双方组委干部亲切的交流着。大家一起开心的互动交流。要回家了，向玄天上帝行拜别礼。各仗义而去，向玄天上帝行拜别礼。明年再来了。